落车。继续行，你敢会记得这个所在？会记得啊，这是文聪上爱来的所在。无唔对，这就是较早叶文聪带你来约会的所在。你是安怎一直针对阮叶家？你甲文聪到底有甚物恩怨？你无需要问遐尼济，你只要知影讲。这么小的风景，等一下就是你无命的所在，你应该感激我才是。你想要从啥？我想讲你这么爱水啊，让你去水里面做美人鱼啊。紧跳嘞！你想讲？你跟我自己跳下去，你就不用打太郎的罪名。我才无在怕嘞，我只希望你会当在水里面享受一款痛苦、折磨、生不如死的感觉。我不想上水，我唔敢跳。别惊，我来给你当沙缸。你唔惊死？我惊，因为为了保护云秀甲少峰，我甘愿甲你同归于尽。你这客兄这么多情，我不可能相信。你别回来，那我开枪了。你开啊！你哪敢开？我就拖高云雀做坏事。你哪敢伤害我雀？我绝对袂帮你耍。你这么要紧，我更加想要试看卖。云雀，云雀。你有要紧吗？不要紧，你去注意前面的人，不要去让他走去。没人！收到你了，你一定又出现的啦。万一哪个出去，我绝对会帮你说。